的时候，本来我们就会一个骗一个这种耍赖的打台球，然后我们就想到了，既然是耍，我们平时都耍赖，就给他拍成视频，打这种台球真的很好玩，挺逗的。平时会这种，人家发现了就笑，赶紧捡回来继续打。关系比较好的几个兄弟在一起打台球玩的时候才会这个样子，因为我们都比较了解对方，这只是娱乐。明年的2020年的时候，我们就好好的组建一个团队，好好拍视频，全国各地的网友都能带来一点欢声笑语。会努力的。